啊，今天要杀地主。李兹要关台了，去玩魔兽了。啊，没错，就是要去玩魔兽了。哎，我的声音还正常。怎么会有女生的声音？哎，啊，这是杀地主。昨天那个皇上跟那个老 K 啊，对，皇上在老 K 台聊天，然后我就跟老 K 说啊，那个董事是要来玩一下那个变身器啊，对，反正我是喜皇后啊，当然要来玩一下傻逼皮啊。那个我刚突然看到那个，听说那个郭台铭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红海那个？红海的那个龙头郭台铭，他现在好像入籍新加坡了。哇，那台湾的龙头都出国了，我想台湾应该没希望。那个有提到老 K 耶？对，有提到老 K 啊，就是，反正我觉得。啊，这个事件啊，那要让我们醒思一下，就是啊，他们可能军中就要在放话，军中在放话说那个10月要在围城，就是他们要围总统府的样子。那所以我觉得 ，Three guys， 哎嘿，啊，所以我觉得哎，小三啊，那就还是先开始游戏。欸，我这边要不要重新玩个账号啊？我要不要直接玩个女的是？要就好累啊。李斯忘了关台就在聊 R C 耶。忘了关台就在聊 R C 什么意思？我开 RC 吗？李兹没开 RC 啊。我没开 RC 啊。好。李兹用变音器吧。DX Bomb Monsen Monsen。哎，魔兽世界是哪一个？这是变身器哦！啊！因为我刚刚讲话你们都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嗯。啊。这就菲兹说话的声音啊，等于。哎。嘿嘿嘿。哎，怎么没放那个？哎。我以为是菲兹私藏一个女的。啊。魔兽世界是哪一个？嘿嘿嘿，我们好像之前没有那个。好，恶魔猎人，这是干嘛？熬破疯狂什么？熬破疯狂。哎。这什么任务可以选？啊，砍了那个之前那个君临天下前夕有那个任务。怎么听都是女的声音啊？我听都是女的声音。不像玉仔的声音。我是楚皇后啊。我是皇上的皇后。现在身份不是林仔，我是楚皇后。我现在干嘛？现在到底要干嘛？我根本都还没开，根本都还没开游戏。
对，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，我还是去一下莫克森林。哇，已经有了110本。连川哥都说不是 V 字用变声器的声音，是假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在乌鸦里。哦，现在是我女朋友在开台啊，不好意思。在的女朋友在开台，好，就是厨房，后期大家多多厨房。今天的声音真的是你的，哇，今天声音真的是你的，哇，你太成功了。听说那个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就不要讲。听说那个老 K 跟那个皇上4月1号有活动。那我去阿戏可能也要换变声器，就是万一跟那个老 K 跟皇上聊天的时候，我就用变声器。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样？我自己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做到天荒地老，对不对？那我是玩这个不急啊，就慢慢来，就是纯粹以任务欣赏方式这样子。Greetings.那可以直升一百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想这个问题。升一百是要花钱的。哎，这个是一场。哎。
床上睡着的。I need a target.这个说话的语调就是 V 字无误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现在连迷彩都不迷彩了。我强烈谴责变音器，快点传给我。啊，说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啊，今天是啥币死了？安安，好网台吗？谢谢。安安，说笑的，以前玩过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安安，小川安，小川没反应哎。你不要这样，你干嘛突然玩这个？我没有，那个老黑叫我玩的。
编辑，我以前玩 RC 的时候就玩过了、啊，所以我知道啊。我没有实况没玩过啊。是啊，是这样说没错啦，只是一听就知道啊，说话因为每个人说话都固定是这样嘛，就算换了一个声音还是这样啊。对啊，这是一个风格啊。是不是一下子就被我拆穿了？这个不用拆穿了，这个我已经公布过了。这是一个事。专门骗第一次来的观众。没有啊，是反正我没有什么观众，我就。哎，为什么？虽然我也没什么观众，但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那个。好伤心啊！哎，我是用那个三一点谎言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我觉得这是在调侃自己。我没有啊，这就是一个玩家家酒的概念。OK 的啦，我只是很讶异，哎、欸，怎么你会玩这个嘞？没有，还是想说那个边缘实况组嘛，来玩一下一些有的没的。也是啦，是可以玩一下，没有错啦。哎，我这样站着会不会死掉？你站着会不会死掉？他那个怪物应该不是都主动的吧？哦，好像是。应该有些怪是主动跟非主动吧？如果我是站在外面的话，怎么会被部落打死？怎么会被部落打死？可是你用变音器，他那个声音就变好小哦，还是你把它调小过？好小。对啊。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声音有变小，没有像你直接讲话这样子大声。等一下，不然我再找找看。然后我就要开台，然后标题就打“与女 V 仔的实况”。你去。与女咪仔的实况聊天台。我忘了把人声音调大声。就很就小小。那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呢？还行啊，还行。反正你在实况的时候没有查，收还是有收到、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今天一整天都这样吗？哦，对啊，可能是吧。不会啊，我打女 V 仔应该没有人知道是谁啊，大家都不知道马铃薯。那你就打马铃薯啊。咦，女马铃薯不是伪马铃薯吗？就跟鼠王后聊天就好了。奇怪，你现在讲话这个声音有点像一个人。对啊。啊。你知道，因为你有在皇上台嘛，你知道大将军吗？我是大将军啊。对，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声音很像他。是假的，他真的，就是他说话也是有点会顿顿的这样子。有点会顿顿，对，重点是你这个声音的那个调啊，跟他的很像。真的，你应该可以再换一个声音吧。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记得变音器有很多功能，我之前玩过老人的啊，那种粗汉的、啊、跟那种花栗鼠、啊、都可以调，我记得。我知道好像可以调，但是它好像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就是多轨，我现在好像只能单轨。哦，就是你设好像要先关掉，然后重新设定再开过一次吧。但你用的是哪一种的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用最普遍的那种。你看你这样一开，立即就被骗到了。有妹子。
然后麦克风跑掉了。可是觉得这个声音好像，如果就还蛮好辨认的啦。如果知道变音器的人，应该还蛮好辨认的。哎，所以我这样念出来。啊？啊？我这样他们会听得出来吗？你是说听不听得出来是你本人还是妹子？听不听得出来是妹子。一开始听可能会以为是妹子，可是如果有玩变音器或者是听久了，会觉得这个声音有点怪怪的。他怎么说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怪怪的啦，因为就不自然，你知道吗？不自然。对，就不自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就不自然。你去听真正的那种妹子台的声音，然后再回头再听你的，就会觉得怪怪的，真的真的。没关系啊，这不是重点。对呀、啊。刚才听到拼火色呢。啊、你今天怎么突然开了？不是开了啊，开门。开门。没有啊，去。啊，之前把它开去，你先下，就是我笔电突然有问题。然后所以想说，就是现在君临天下，就是稍微看一下。然后最近也有人在玩啊，其实你也可以玩一个啊。这笔电脑要重灌。那就可以回家了。那边好像比较多杂音，是不是？杂音。为什么听到我的声音也变你的啦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听到你那边的回音，我的声音也变你的啦。可是假的。他现在呢？没有听到回音啊，所以才说是我也是女的。那假的可以这样？是刚好有遇到。来来来，刚妹一直在讲话。就听到两个妹子在讲话，挺好玩的哎。
这样子。快点传给我。那你们是有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是说以前玩过啊，那种东西就玩开心的这样而已啊，就不会特别的。那个芬芬现在在打什么？可是你这样开 RC 不是会收到我的音？是啊，不然我来听看一看。等一下，我来听看一看。其实我觉得随便随便开开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吧。因为我今天主要就是音乐台的，我可能回个任务就关台。然后顺便测试一下自己的声音这样子。You need something? Same crowd.Hey there. Be careful. Light me with you. Go with honor, friend. How are you? See you later.算了，有空再回到。好，我就先关台了。你要关台了？对啊，我只是测试一下啊。哦，我想说，哎，你不是要以这个声音实况的游戏吗？没有，只是测试一下，我要测试一下才行。好，那就先关台了，拜拜。